回避得了一时，也回避不了一世。我只能这样对小敏学姐了。不知道方宇学姐现在在迪拜好不好？ 你在许愿吗？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。 你想许什么愿望？我希望喜欢我的人能出现。你的愿望。 虽然在澳门长大的，但是在这里，我并不全都是美好的回忆，所以我才会选择离开。没想到这次回来，有一个这么大的惊喜。曾经，我在这儿。 失去了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人，我本以为我会讨厌这儿，但是这一次，我很高兴我来了。那我们对这里都重新有了美好的回忆了。 这是今年最流行的爱情幸运兔，很适合情侣的哦，你们慢慢看。好，谢谢。
呢？长得像不像你打过的那个女的？哎，都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小孩子太调皮了。方宇学姐，谢谢你上次帮我留冰激凌，这杯咖啡是我请你的。有些事情好像也只能跟你说了，可能是因为你长得像我之前的兔娃娃邦尼，也可能因为我们不认识。我还得感谢这只兔子呢，要不是因为这只兔子，我也不知道你会对兔子说那么多。我们已经转了七圈了，我就是想送你。我也不想走，但是再不走的话就赶不上回香港的船，到时候就赶不上飞迪拜的飞机了。啊，对了，这只兔子会一直陪你到迪拜的，希望你可以一直顺顺利利的，赶紧回来。我为的